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他是一个传奇，一曲相恋开创一代歌风。600多首歌曲情动华夏大地，2012年3月11日，著名歌唱家李谷一举办了自己从艺50周年的音乐会，而这场音乐会更像是一场音乐界、文化界、体育界名家齐聚的大联欢。那些大众崇拜的明星，此时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李谷一最忠实的歌迷。在生活当中，像他那么爱憎分明的人不太多。他在我们中国的民族声乐这个历史上，他是一个高峰，是一个丰碑，是个里程碑。春天，春天，你在哪里？欢乐的鸟儿在歌唱你，盛开的鲜花在迎接你，忙碌的蜜蜂在追着你。我们这一辈是听着李谷一老师的歌长大的。我是你的超级歌迷，我就是喜欢你，爱你。获得世界冠军以后呢，我们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叫做《拼搏》。那么李谷一老师也在这部纪录片里给我们演唱了插曲。当然我们非常非常的欣赏李老师带给我们这些温暖的歌。李谷一老师真不简单，真不容易，他是我们的楷模。李谷一，人如其名，在中国音乐界创造了无数个第一。50年来，他演唱了600多首歌曲，有40多首代表作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他为100多部影视剧配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绒花》，同那些荧屏形象一起，成为一代人永恒的记忆。而在中国人最熟悉的春晚舞台上，他更是创造了一届春晚共唱9首歌的传奇。你怎么写的下一句呢？这字你都看不清楚。下面一个节目啊，女生独唱啊，表演者啊，李谷一。水流水
他是执着的音乐践行者，创立了中国轻音乐团，为中国音乐增添了新的品种，培养了一大批流行歌手。如今的他还是一个无私可爱的老师，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做着自己的努力。今天我们的现场非常的特别，我们要以课堂的方式来共同向古一老师致敬。参加这个课堂的学生们已经都就位了，对，我们请他们依次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李老师的男学生，也是这个班的班长，我叫刘和刚，谢谢。好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众多的优秀的女学生当中的之一，我叫王哲，大家好，欢迎王哲。好，大家好，我跟李老师都是湖南人，也是李老师的学生陈丽丽。大家好，我是原来这个轻音乐团的一位团员，我是李老师的一个学生，我叫祖哥，谢谢大家。我叫高大林，高大林老师，欢迎。年轻的，叫作曲家也行，叫音乐人也行，都可以。不管怎么说哈，古一老师都在他们的歌唱道路上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吧？他们其实基础课在各个学院打的基础，他们就是我说的他们的主课老师，就是从盖房子起打地基开始，通过几年的学习毕业了，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那么在这个学习中间他们也成了一个好的歌唱家，他们可以找很多很多的老师，使他们慢慢成才成熟。那么我只是他们在这个成艺成才这个路中间的一个老师。那三位就开始要向老师来汇报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了，先从谁开始？是不是应该是班长是吧？班长，班长，对，班长带头，自封班长，临时班长，临时班长，对。那刘和刚先来。毛泽东立著总司令，领导咱们闹革命，闹革命救中国，救中国，普天下同唱解放的歌。唱的怎么样？对啊，你看大家那么热烈给他鼓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唱的再刚强一点更好。毛泽，你唱什么？你试试，你试试。是不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吧？所以这个华音稍微长了一点，再短一点就好了。因为它是陕北那个地区的民歌嘛，它的风格是比较豪放的，像信天游那种感觉，在那个黄土高坡上那种感觉啊，特别粗犷，特别粗犷的。毛泽东啊，对，第二个你毛泽东，你不要这个，这是直音。东。OK。好。第二位副班长，您再点将。好，副班长。副班长。好，下面副班长为我们演唱。陷入几多痴缠，凡世间红尘纷纷两半，那张记忆中的容颜如此美轮美奂，宿命中的故事不敢曲终人散。
王哲唱的《牡丹亭》是吧？对，这首《牡丹亭》应该说是受了唱的那个李老师的启发。这首《牡丹亭》呢，之前就是有一点偏通俗的感觉，后边是偏昆曲的戏曲的东西。戏歌。对对对，然后刚开始拿的这个唱完这歌之后，也不敢给主课老师、包老师听，也不敢给李老师听，怕说哎呀这样唱是不是瞎唱。后来这个给李老师听了一下，战战兢兢，我老师我歌给你听。听完之后马上我就走了，我也没给当时听。然后第二天，老师马上说，我觉得你那歌挺好的啊，我觉得这歌挺好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你要不断的突破和尝试自己，这点非常难得。下面学习委员要开始演唱了哈，咱们现在就是现场指导哈。啊，您什么时候要说好？对，不行，您就说，我们感受一下老师上课什么样。今天可能会装模作样，含蓄一点。别紧张啊。老在绣房中。我哪地方纠正过你了？啊？我什么地方纠正过你啊？我纠正过你的地方你没改呀？好多地方。好多地方都没改。他没改过来，今天太紧张了。就是第一个词是楼吗？我叫你叫楼吗？所有女学生都改了，是楼还是我？全部都改过了。好严厉的老师，看到这个学习委员有点不称职，看来要多多跟老师再上课了。关于那个词啊，它是过去旧社会的那种词，就是过去女人称自己是奴才的奴，所以现在我们新生代的这个女孩在唱这个歌不能唱奴了，对，这奴它是一种卑贱的称呼自己，那要改过来，对不对？对。就是我在，你来，我在，我在就不要倒音噻，我在普通话不要倒音啊，我在，停，我还没有，他唱是我，先看还鸡还牙嘞，我的建议，在座的朋友们，我建议李老师示范一下好不好？好吗？我们听听正确版本。李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在绣房中。一个这个是因为唱歌嘛，字正腔圆，也跟着时代的发展。对，有些东西就是说你也不要一字正，就是你不要倒音了。你知道我在这，我还是鸡啊，还是鸭了？对，是变成鹅了，是不是？这个，所以他这个东西都不对，说他们这孩子们就说他们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呢，就需要呢老一点的这个演员提醒他们。武艺老师，这个字字句句、点点滴滴，对学生都是爱啊，是吧？这么严厉的要求学生，为的都是希望你们能够成才。嗯，有这样的老师真好。有这样的老师，福气真的。哎，你们也受气，不光是福气，你们也受气。体育老师在圈内哈，做人是有口皆碑的，相信在这方面对于各位学生也都会有一些感受吧。我刚跟老师学唱歌的时候吧，我总觉着我应该给老师拿点啥，要不然你说见老师怎么弄啊？对，人这么大一腕儿，人家同意给你唱教你唱歌了，你就真的这么去了，也不要你钱，也不收学费，是啊，也不收学费，也不要钱，你怎么去呢？刚一开始去的时候啊，拿学费。被老师给开回来了，拿走了，一看是真不要。后来说送给老师点什么呢？想买点好东西吧，完了一摸兜里，说买不起，怎么弄？然后结果呢？老师呢？我第一次去老师家的时候，我就发现老师家呀，养了好几条小狗，有一个特别小的，特别可爱。然后呢？哦，我想老师肯定是喜欢小狗，然后呢，我就花了这么那个。一点点钱买了一个这么高一个就是白色的小摆件，然后我就送给老师了。老师，你拿什么东西？拿回去。
老师以为是玉的呢，说这意思就是这么贵你拿它干嘛。我说老师不是，我说这是我花了20多块钱买的，我说实在对不起您了，我说我看着您好像喜欢小狗，我说把这个送给您吧。就这样，这个小狗好像现在还摆在老师那个钢琴上，也不是他们家那家具上。早知道是20块钱的我就不要了。老师，我这是一片心意，真的是一片心意。对，礼轻人意重。我觉得你吧，你作为老师的学生，你就不能用这么多的话来表达对老师的爱和感谢，你就要用歌来表示。歌声表达。我的老师给我太多太多用心用爱为我点亮生命之火，无论走到哪里也会像老师一样把阳光把欢乐洒向全世界。教导，教导的我永远记得，热爱歌唱，热爱生活，热爱祖国。这是一个艺术家，对，艺术家呢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挑战自己的这个未知领域，不断的突破，才能够不断的给歌迷们、喜爱他的听众们送去给你们带来惊喜和感动的歌。对，所以第二堂课就是我们的实践。课片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可以说他也是见证了李谷一老师一次实践课的全过程。对，掌声有请。来，有请。能想起来吗？幸亏我抵抗力比较强，但吓一大跳。但是你想出来是谁？他是谁呢？我们看一张照片。想起来了吗？啊，老三前线吧。哎呀。那变化太大了，再往下看，这是当年的谷一老师啊，在老山前线慰问的时候。再往下看，还有一张，三张。1988年的国庆节啊，当云南老山前线的战火硝烟还没有散去，国家文化部就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老山前线的各个部队去慰问演出。李老师当时是中国轻音乐团的团长，主要是轻音乐团的班底。你们的部队离前线有多远？大概也就是20来公里。20公里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人家的远程炮火有可能就能够打得到。李老师他们执意要到一线去，要通过一个800米的死亡线，这个就是直瞄火器能够直接打到的地方。那是相当于冒着生命危险在演出啊！另外呢，上午后啊，大家都去了。到一线阵地还有地雷，数不清的地雷。没错。那可以说是危险的。当然，我们的保护措施那是到了位的。但是他们的司令就带着我们是一个跟一个，只能走这个中线的话就只能走这个线，踏出一步。半步都不行，旁边就有地雷。刚才罗刚先生讲，谷一老师要到最前沿去为那些战士唱歌，很多战士听完他的歌上前线。我们全团都挺难过的，因为他们都剃光了头啊，都是光头坐在底下，所以知道他们就马上上战场了，因为他是怕受伤，不好治理嘛，所以必须要剃光头。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心里那个感激和感动啊，真的大家都非常的受教育。就是我们在大后方，在国，我们在自己生活得很好，可是前线的这些孩子们都是起码很年轻的吧，就是17、18岁。真的觉得他们真是非常不容易。而且他们，我们去问那个一个叫猫儿洞的那个战士，只有一个战士守在那里，还有一些地方是那只有2、3个战士守在那里。进了那个洞里头，人是不能站起来的，爬进爬出那么一个环境里头，那洞里头还有水。我听说有好多特别
特别前沿的那些哨所您到不了，您都在电话里给他们唱。就是特别前，就是我们叫也是跟我和那个演相声的叫刘红怡，就是跟他们在电话里头跟他们唱那个刘海砍枪，是个湖南兵，电话是个湖南兵，所以我们给他唱的刘海砍枪，他们挺受感动的。这位先生叫罗刚。他转业以后呢是在重庆工作他是专门从重庆啊坐车赶到北京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谢谢你辛苦了，谢谢你。而且他在这个前线的演出过程当中呢，罗刚跟您有一段配合。罗刚能告诉我李老师配合的是什么吗？当时嘛，就是李老师一连唱了四个歌啊，唱的是什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第二个就是希望的田野上，第三个是相恋，第四个就是边疆的泉水亲又存。那个歌啊，李老师是到我们战士当中边握手边唱。那个部队坐得整整齐齐的，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他是这样的。所以呢流泪了，李老师还发表了很多感想。那么我们要换一个轻松的话题，那么我有一个节目要邀请我们的战士上来，我们一起演唱一首歌，什么湖南花鼓戏，是不是？当时我们也没有准备，我也没有准备，是吧？我以为有战士腾站起来那就上来了。有湖南籍的战士啊，好多都在阵地上我就得顶上去啊，学着就把那个歌就勉强把它唱下去了。全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满怀激情地与战士们一同高歌。谷一老师啊，对不起，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特别想请您和这个罗刚先生现场再现一下当年为战士们慰问的那种感觉，好吗？我们唱一段。这丽江大街好有一兵呀，刘海哥，我的父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呐？我把你比织女不差分呐，那我就比不上啊，你比他还要多。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啊，胡大姐随我一起相见喽，走啊行喽，走啊行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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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好啊！经过多少年了？24年，真是不容易，真是进步好快。其实就是我这一辈子，应该讲就是去部队演出、慰问演出还是蛮多的，就是能够知道部队的这个，就是守卫这个边防的战士，尤其是边防战士、海疆的战士，非常的辛苦，那种辛苦和劳累，是我们真的在内地想象不到的，那真的不一般的，有的根本是人都不能，无法，有时候好像挺最大的限度去忍受这些东西。仗好打，苦难熬，对，话好说最难受，对，是，就是特别的艰苦。所以我唱的很多的歌曲，就是从那地方受到启发、受到教育，就才唱边疆一些歌曲，唱边疆泉水清又纯，那就是还妹妹找个泪花流，融化在那个地方唱这些歌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我跟战士确实心连心，世上有朵最美的花，那是青春放光彩，确实这样的。说他们的青春，都为保卫祖国贡献，谢谢你们，谢谢。所以，谷一老师的歌给了战士们无限的力量啊！当时罗刚先生还有他的很多战友都有过这样的一句话，是唱着那个李双江的《再见吧，妈妈》，听着李谷一老师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义无反顾的上前线。就是这些作品的力量，对，就是一首歌的力量，一首歌的力量不可小视它，就是确实很了不得。但这种力量的源泉是什么？艺术家必须要到这第一线去，否则是不会有这种真切的感受的哈。对，今天
罗先生有特别的礼物。嗯，这一组照片呢？我两次上前线，四次立功，我想把这一枚金光闪闪的三等功奖章赠送给我们尊敬的李老师。哇，谢谢，非常感谢。我想说一句，可能是我觉得好像，但是也是我一种真实的心意，因为每一个人一辈子得到这种军功章不容易，那都是自己生命献出奉献，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重的礼物，我觉得我不应该接受，而且只有自己留下来，留给你的子子孙孙，你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人民都做了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就是，我虽然很感动，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知道他的心意，我理解他的心意，但是真正的这个纪念品，我希望它永远保存，永远世世代的保留下去。实践课的第二个内容，那我想呢，一定要说的就是古玉老师这个创办和带领的中国轻音乐团。对，因为中国轻音乐团呢，培养和塑造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也给广大的中国这个听众呢送去了美妙的音乐，最美的声音，是这样。中国轻音乐团在李谷一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凝结了李谷一对音乐的热爱和探索，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责任与创新。在当时，不论是作品创作还是体制改革，轻音乐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很多年轻的流行歌手就是在轻音乐团开始崭露头角的。就那个时候，轻音乐团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歌手，那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中国乐坛的中坚，那就有两位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轻音乐团，这个不仅仅开始了自己音乐梦想的追逐之路，还喜结良缘。刚才说到了你们两个人缘分的问题哈，这个缘分是在轻音乐团的时候结下的吗？你和任静？我认识李老师比任静稍早一些。因为我们在中央乐团是一个团的，那个时候呢，光听收音机、听半导体，李老师的歌，哎呀，那简直是我就是着魔了。后来呢，突然有一天一说，咱们跟李谷一老师是一个团的，哎呦，我那时候开心，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学员班，相对封闭一些。后来呢，就有机会跟李老师一起演出。那时候中央乐团小乐队，我担任长笛演奏员，所以呢，我跟李老师就开始认识了。而且我就坐在，你看李老师要站这儿唱吧，我就坐在那儿，其实离得很近。我拿着笛子啊，我有吹的，因为长笛嘛，它不像提琴，老在这儿。就跟我们这个距离差不多哈，我没有事儿的时候，我把笛子往腿上一放，就开始欣赏。因为咱们不在中央乐团嘛，后来成立轻音乐团以后。您就很少到团里来了。那我呢还住在，因为没地方住嘛，那时候没解决我房子问题，我就住在那个中爱团那个办公楼里。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帮李老师拿信，因为那个信啊，隔几天就有上百封，就一大包。我到那个开会啊什么之类的，有时候我就拎过去了，完了回来以后又几天又这么一摞，一大包又拿过去了。哎，我其实真想看一看，但是呢我一看不行，这信又不能偷看，但是它有那个什么，它有那个寄来的那个，不管城市农村都有破破烂烂的了，那都得捋好了拿。反正我就知道这李老师从上到下，从老到小，那其实是那个那种全民偶像，用现在的话叫全民偶像。这是个纪念。完了，下次说这个任静后来呢，是不是要不是古玉老师把任静调来，你们
对啊，是吧？就没有也是那什么，是吧？没有富豪什么事儿，就没他，是吧？不，我也那个也是在我的请求下，那个李老师为了照顾老团员嘛，总得另外他主要还是要听听。任静还从铁路文工团，到我们这个团哈，特意来演出，得演出完了之后呢，李老师同意那才能来。吴老师，听刚才他们讲，听傅笛生他们一家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您带领下的中国轻音乐团是不拘一格，拢人才，是吗？没错，因为我是比较开放，也比较开明，所以像任静呢，就笛生介绍了以后呢，那当然我们也要去考，要考试他。这个考是什么考试？我们中国轻音乐团跟别的团可能不一样，不是在排练厅或者是办公室来唱。就是上台，他们介绍的演员好，你们到我们台上演出，就是演出来看你是不是台上的演员。我们需不需要？任静儿来了以后呢，第一次上场唱的是《玻璃心》，乖乖的、漂漂亮亮的、特别温馨、特别温柔的那种歌声。那么我们觉得团需要这个品种，后来就跟笛声讲这个需要这个品种。他演唱的品种，不是这个人。笛声呢，他是我中央乐团的同事，虽然小了一辈啊，叫我大神。他就是有什么特点，他就是要唱歌。他后来我们青年团在发生波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就条件非常差，又没有住的，又没有什么，不能进户口，又不能调工资，又不能什么，又不能什么，有办公室什么都没有。他呢，就是我跟着李谷一呢，我没别的，跟着大神，我就是有歌唱。这一点他是坚信不疑的，因为他知道我带团的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个手段，决心，所以他呢就跟着我一直跟到现在，很吃苦，很耐劳。在我们坐车，我们一般过去没有，都是坐汽车，有的时候冬天那汽车玻璃窗都没有。他一个，武力一个，汪佳一个，三个就一直在后头练唱。汽车开多久，他们就练多久。我们挺佩服他们的，这年轻，他是对艺术的追求。因为他想唱歌的那个强烈的这个愿望和他那个奋斗的那个精神，挺感动人的。这里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演员，他是个长笛演奏员，现在他的儿子接他的班，也是个很优秀的长笛演奏员。听说他儿子演唱，你也很关心啊，也经常提一些建议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富豪出生的时候，刚能抱到外头，我们就把他抱到李老师家了。后来说叫奶奶，那时候一算，李老师还不到50岁呢，40多岁就当奶奶了。后来呢，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一转眼快20年了，他都19了。前一阵我们有一个晚会，让李老师当嘉宾，结果呢，李老师听了富豪的演唱，给我发段信息，我还留着呢，那去年的，我没舍得删。你看，真了不起。对，我有一个小小建议。我听了小富豪的唱，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发挥他的嗓音，我觉得他不能按现在的唱法路子唱，我认为他的嗓音应该宽厚一些，现在悬在上面放下一些更好。我希望你们大胆试试，我认为我不会想错，试好了一定告诉我。这是李老师关心。现在没告诉我。几月份发的？几月份发的？现在试的怎么样了？去年的11月份。去年十一月份，好几个月了，你没试过，我看看。富豪有没有按照奶奶的要求？今天有机会了吗？唱几句好吗，富豪？富豪唱几句。低一点。有点，他紧张。你给奶奶试一下。记得你说家是为面包，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真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结果你心里想，你老往低了起，你认为低就是宽厚？不是低就是宽厚，不是的，就是你声音高音也可以宽。好，没事。看到他们两个人谈恋爱，看到他们俩结婚，还看到儿子现在长这么大的，我的孙子长这么高了，这么大了，还这么有出息。你说这个当干奶奶的，你说高兴不高兴？激动啊，高兴。唱一首歌曲啊。花好月更圆。好，来，献给古玉老师的歌。祝李老师家庭幸福美满，同样祝愿各位每个家庭都能够永远的幸福。
黑妮儿大妈60岁，因在星光大道中展示她的海豚音而迅速蹿红，又因在北京电视台的网络春晚上与李玉刚、维塔斯飙高音被众人皆知，被称为中国版苏珊大妈。然而在20多年前，她却是中国轻音乐团的一位出色的女中音歌唱家林子。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忘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好，林子老师。对，这可能朋友们很意外，因为当年上星光大道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黑妮大妈就是一个社区大妈，没想到居然当年是轻音乐团的，她是专业，她是专业演员，对，没有一点专业底儿，可能也上不去哈。对，但是我中间歇了20年，就成了大妈了。没错。今天林子老师还带来了一张当年珍贵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哪位是黑妮大妈呀？大家能看出来红衣服那张，多漂亮！当年很漂亮。这个是，绝对，这就是在那个山西那个好像一个矿区搭的大野台子，后来是头，这个矿区的头给我们李老师戴了这个矿工帽，看见没有？对对对，矿工帽，安全帽。啊、嗯，看李老师笑的，然后给大家就你看这张照片反映不出来场子特别大。外边远处的坡上全都是人，那工人都是黑着脸的，干脆对，都干完活的，上还没洗脸呢，光看见一笑，光看见眼睛和白牙，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就跟黑人似的。这就是李老师带我们去矿下演出。我们去的地方很多，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还有特别偏僻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在后台后场的时候，去那个厕所都是那个露天的。我上厕所第一步踏进去以后，这丝袜子。啪就跑了一个东西，就从我的丝袜子上蹬下去了，蹬过去了，立马就那个感觉重量像一个猫一样的，立马我一看那袜子上全是血，再仔细一看，这么大的泡子，哦，就可见我们去演出的地方有多么艰苦。那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李老师特别严格，这不知道能不能说哈，这李老师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叫他一个名字叫姑奶奶。因为他的辈儿在这摆着，另外就是说特别严格。有一次我记忆犹新，好像一辈子忘不了的事儿，就是上威海演出去了，等着李老师完叫我们这十几个人，穿上游泳衣，配上那个宾馆的白毛巾，悄无悄的就溜出去了。11点多了，去大海了。哟，那时候威海还没怎么发展呢，黑的黑极了。我那时候是最大岁数，快40了，人家都是20多岁小孩，我带着他下了海，我也甭玩了，叫完这个名字叫那个名字，挨个的叫，你要万一哪个名字叫完没人怎么整啊，回来怎么交代啊，就这么着玩完了，12点多回来了，特高兴睡觉了。好，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林子，李老师叫你，得去了，好家伙，这顿 K， 怎么 K 的？哇，那眼睛瞪得圆，可不是舞台上那样笑眯眯，不那样了。怎么搞的？啊，这么个岁数最大，出了事怎么办？啊，欺负大人？不是这样，哇，我说，但是没哭，为什么？知道自己错了，这非常危险，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因为你带一个队伍出去啊，不管是谁来，只要是领导带这个队伍出去，对你所有的人员跟着你人员一定也是安全是第一的。嗯，尤其我们是演出团体，你说他那个当时是个老大姐，那些孩子怂恿他就带他去，真要淹死一个人。嗯，因为威海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游泳场，他没有那个场地，这个野场而且有石头有暗礁什么的，威海不是很好游泳的地方。嗯，他们胆子太大了。
一个说淹死一个，但到十几个没准几个都不见了，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吓死我了，因为我怎么负责任啊，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把他一顿臭骂。后来就老实了，后来再没这事儿了，是吧？我怎么再搞告你？我说你这，那你还又来劲了又？那还敢啊？生命不能当开玩笑，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年轻，就是年轻，就是冲动，就嗨。当年演出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其实你们乐团。办公条件、训练条件，方方面面其实都特别艰苦。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开会，一着急，就是到哪个到一屋子里头，是人家文化部给批了两套房，就是那住宅房。嗯。一小间12-13平米，我们那帮人这一小间占十几个，那一小间分给演员们住了。然后就开始做报告，李老师跟那儿说话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他，我们在这屋，他在那屋讲。也没凳子，什么都没有哈。一训练就找场地借场地，什么都没有。我再把高大林老师请出来。对，高老师也见证了你的表现。大林老师，谢谢。来，五个老师都来。这一段我估计你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经历。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其实李谷一老师啊，刚才在后面我还说，所有的现在的歌星，真的谁也没见过他演出，有他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没看到。他当年的演出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参加演出的时候，当时还在中央乐团，我们那几个中央乐团小队去演出，那真的谁也感受不到。我给你举两个有意思的吧，在一个广场，一广场，等我们上台的时候啊，这广场的所有的那个树上，示范电线杆子上全是人，就那树上跟挂在头上。我们休息的时候，中间休息的时候，这不是中间中场休息回去，一进后台也很简陋。就是没几个屋子，结果呢，突然进来3-50个的那个警察，衣服就敞着，热的不行了嘛，哇就往床上扔那个电棍，哗哗扔完又完了到这面又去拿电棍，完了一个女的警察在那儿安电池，我问她怎么了，全电没电了，你知道那人到什么程度？我的天哪！还有一个李老师，我刚才跟他说，我说你有个最大遗憾。他没挣到他该挣的钱，是因为我是今天可能唯一来的一个中国青年团的一个乐队的一个队员，因为我也是从83年筹建的时候就跟我们大婶在一起。大婶，对，确实是我们都叫大婶。完了以后呢，我还兼任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包括这个当时跟团里的一些前的一些联系演出啊，包括签制的合同啊，我都知道每一场演出收入是多少，我们也知道我们50多个人每人拿到了多少钱，我们知道李老师并不比我们多多少。嗯，这个确实是作为一个领导，又作为一个主力的，我们就是等于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吧，哎，完全没有把自己摆在了一个这样一个位置上。在此的话呢，我第一个感谢所有在场的人，这些鼓迷们对李谷一老师也对我们大婶的一个热爱。1982年到1996年这十几年间，是李谷一创作力最旺盛也是最走红的时期，他可以演唱更多的新作品，也可以频繁地参加演出，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但是为了创建青音乐团，他只能舍弃一些个人的名与利，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2008年，李谷一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对中国青音乐团的任何付出都是值得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叫做人生课。对，今天李谷一老师讲他的艺术人生，讲他的很多经历，其实也是在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上一堂人生课。是。2012年3月11日，李谷一举办了自己从艺50周年的音乐会。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50年从艺路，他历经风雨，却依然身怀一份感恩之情。永远印在
在音乐会的节目单上，李谷一有一段长长的感言，他感谢他的父母、家庭、老师、领导，感谢词曲作者、声乐同行、大众传媒，感谢歌迷的支持，更感谢生活的时代。他说，没有时代的春意盎然，就没有我这朵声乐百花园的小花绽放。最后您特别提到了要感谢时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份感谢呢？因为没有这样的时代，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创造美好的明天，走出自己更好的艺术道路。因为毕竟在时代进程和发展当中，大家也都知道谷一老师曾经也受过一些磨难，人受过很多的艰苦，在您最苦的日子里，有没有过不想唱的时候呢？对，有曾经想要放弃的时刻吗？我好像没有要放弃的时候，反而是要更加坚强地唱出去，坚定地走唱下去，才能证明我走的这个路子，我创新的路子，才能够取得最大的成果和胜利。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股民们都带着鲜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都是来给您送花的啊。我想借刚才歌迷给我送花，我想表示我点谢意。首先我要谢谢从全国各地，还有尤其是北京的，还有外地赶来的来做节目的我的歌迷们，谢谢你们，谢谢，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了。另外我也感谢北京电视台大戏看北京这个栏目组，谢谢你们全体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谢谢，辛苦了。李老师，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你们今天辛苦了，谢谢了，谢谢，谢谢主任。另外我要谢谢今天为我伴奏的电厂的四个小帅哥，谢谢我们的乐队，谢谢。另外呢，我也想把这鲜花呢借花献佛献给我们的乐队的小伙子们，谢谢。好，来，难忘今宵，难忘今宵。